Hello everyone，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，我是主播卡卡，我已经这个从事足球解说行业已经3年之久，是一名体育爱好者，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，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这个足球赛事、篮球、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，大家记得点订阅哦。昨天剑南安普敦下盘中出，非常稳。尤文亚盘一球开盘，推荐上盘尤文走盘，两场一场赚，一场走，还算不错哦。周四004维哥塞尔塔 VS 巴伦西亚，零场盘口不变下盘出。深盘上盘大热，庄家会为了调节上下盘资金平衡，被迫深盘。个人看好本场比赛瓦伦西亚不败。周四006雷丁 VS 女王公园巡游者，雷丁 1.04 半 10.78 巡游者，受注后 1.12 半 10.70。 欧洲主流公司降盘半球滴水，从基本面看，主队升级希望大，与客队排名相差太大，初盘盘口让球偏低。上一场客场足总杯输给曼联，近期联赛3连胜，客队足总杯主负布莱克本，近期联赛6连败后迎来2连胜，表象博彩公司并不十分看好主队。反观客队近期联赛反弹趋势明显，盘口水位客队下降，多家公司降低平赔和客胜赔率，客队明显走热，如果降盘对上盘更有利，看好主队不败，同时胜负彩单三可博。周四005埃瓦尔 VS 奥萨苏纳，埃瓦尔 1.141 球 0.68 奥萨苏纳，受注后 1.021 球 0.80， 两队实力排名相差过大，主队近十场主场比赛只输给马竞和现在的对手奥萨苏纳，客队近十场客场只赢一场，并且赢的就是现在对手。首回合主队客场3球完胜，主客两队相差10名。诸多利好主队，但是一球盘出盘偏浅。从欧洲博彩大部分降低主胜赔率，抬高平赔和客胜赔率，主队较热，澳盘主队目前不是太热。随着后期受注结合欧赔来看，如果维持一球盘上盘始终高水三，中水博弈防三，低水主队大热下盘出。探索足球赢家秘籍，今日精挑选赛事，希望对大家的博彩思路有所启发。您看此文用秒，转发只需一秒哟。赠与玫瑰，手留余香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。谢谢，Thank you。